要知天下摄影事，摄影快报告诉你。欢迎来到摄影快报频道。假如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或者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点击喜欢。假如您不喜欢这个频道，也点击不喜欢。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总部位于美国的智库机构，以 Theo Fear Institute，中文可以翻译成道德村。 近日发布了2021年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榜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7个行业的一百三十五家公司入榜。在影像产业，只有一家企业上榜，这就是佳能。另外，索尼作为集团公司也在榜上。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的荣誉，旨在表彰在透明度、诚信、道德。 及其规范性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公司，该奖项从五个维度对企业进行评估：道德与规范计划、企业公民与责任、道德文化、治理、领导力和声誉。香港有一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公司入榜。下面两条有关手机传感器的新闻，近日。 豪威科技 OmniVision 推出新款手机 CMOS 传感器 OV50A。据了解，OV50A 是豪威首款实现相位检测自动对焦，也就是 PDAF，覆盖率高达百分之百。简而言之，这款传感器拥有更快的自动对焦速度和更好的弱光性能。为什么这个技术对于中国用户这么重要呢？因为 大部分中国手机的传感器都来自这家公司。佳能凭借双核对焦技术，也就是 D-PAF，一直称霸数码相机的对焦领域。如今，三星把这一技术呢，遇到了手机上。近日，三星推出了 d u e l Pixel Pro 双核对焦技术，它能对部分像素进行对角线隔离，区别于现有的垂直隔离技术。 充分利用上下相位差，以达到在黑暗环境中更好的拍摄运动物体，或是在水平图案的前背景中更快对焦的效果。提起街拍，很多人都会想到街拍神器——理光的 GR 系列。去年年底，理光悄悄地在中国国内发行了 GR3ING 限量版，机身呢加入了绿色的元素。 配有热靴盖、镜头环、相机包、肩带，国内售价七千五百九十九。这款小型相机搭载了一块两千四百万像素的 APS-C 画幅传感器，支持三轴防抖。G R 三搭载了一支等效二十八毫米的固定镜头，拥有最近六毫米的对焦距离。G R 三新增了可触摸屏，配备了。 传感器超声波除尘系统，加入相位对焦系统和可用于充电的 USB 3.0 Type C 接口。相机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处理从暗到亮的范围。原来的胶片机叫宽容度，现在的数码相机叫动态范围，也就是 dynamic range。 那么是胶片机的宽容度大，还是数码相机的动态范围大呢？美国摄影师 Bill Lawson 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测试，一样的场景，一样的相机设置，分别用胶片机和数码相机从负十档到加十档曝光进行比较。胶片机呢是尼康的 N90S，胶卷是柯达的 T Max 一百，数码相机。 也是尼康的 D 七五零全幅相机，镜头呢都是尼康的一百三十五毫米 f2，光圈用的都是 f 四点八，它用了一个 ND 四百滤镜降低光线，这是曝光过度两个 stop，四个 stop，六个 stop，八个 stop。 以及十个 stop 的照片，当照片过曝，胶片照片呢，依然能够表现画面，而数码照片呢，则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死白，最后整个画面都过曝了。下面来看看曝光不足的情况，曝光不足两个 stop，四个 stop，六个，八个。 以及十个胶片和数码相机的效果和过曝的照片呢，正好相反。当欠曝到十档的时候呢，胶片相机拍下的内容已经是一片混乱的黑色，而数码相机呢，却依然能够看到大致的画面内容。最后，摄影师罗森得出结论，他认为数码相机可以接受的曝光补偿范围大致是在负六或负七到正二档之间。 而胶片可以接受的曝光补偿范围呢，则是在负二档到正十档甚至以上。也就是说，数码相机可以欠曝，但胶片相机呢可以过曝。上星期我们报道了索尼 A1 和佳能 R5 的对焦测试，很多朋友呢比较感兴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相机的画质。美国 New Camera 网站。 把索尼 A 一和佳能的 R 五画质进行了测试对比。从技术上讲呢，索尼 A 一的传感器呢比佳能 R 五的传感器应该更好。A 一呢采用背照式设计，佳能 R 五是前照式设计。当 ISO 设置一万两千八百，用弱格式照相的时候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两款相机彩色照片水平。佳能 R 五比索尼 A 一。 对噪点控制的更好一些。同样，当 ISO 达到一万两千八百，用 JPEG 的模式拍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佳能整体图像的降噪能力呢要弱胜一筹。对这个测试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根据最新的消息称，佳能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无反相机眼控对焦技术专利，眼控对焦。 最早呢，出现在佳能 EOS 胶片单反相机上，但这个新的专利与胶片时代眼控对焦有明显差别，采用了更加智能的算法，不但可以识别出被摄目标，而且呢还能记住用户眼睛所看的位置以及观看的频率。据英国《镜报》二月十九日报道，比利时野生动物摄影师 Adams 在为期两个月的 南太平洋拍摄中，偶遇罕见的黄色企鹅。据了解，Adams 一行人在南乔治亚岛停留，拍摄了十二万多只企鹅。当时，Adams 正卸下装备，突然他在企鹅群里呢，发现了一只不寻常的动物，它有着令人惊叹的明亮羽毛，从十二万只企鹅中脱颖而出。Adams 表示：“我从未见过或者听说过黄色的企鹅。” 我们很幸运，这只企鹅就在我们身边降落，我们的视野也没有被挡住。在这个海滩上，我们几乎不可能移动，因为海滩上有十二万只企鹅。如果它在五十米以外，我们就不可能接收到。白变病企鹅的细胞不产生黑色素，所以呢，它的黑色羽毛变成了黄色。研究人员发现，企鹅用黄色素来吸引异性，所以他们怀疑黄色分子是企鹅内部合成的。 但这种黄企鹅的黄色素与已知的五种鸟类羽毛色素的任何一种都不同，代表了新的第六种羽毛色素。上星期节我们报道了美国篮球巨星詹姆斯和摄影师和解的案子，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与摄影有关的案子。西里拉达夫是美国的一个演员和歌手，摄影师达里尔威尔金斯。 近日把他告上了法庭。这一切呢，始于2020年2月。当时，达夫在观看他七岁儿子的足球比赛，他注意到摄影师威尔金斯在用相机拍摄比赛。达夫走向摄影师，开始用他的手机对着摄影师拍摄视频。事情到这个时候呢，一切都还正常。但比赛结束后，达夫在 Instagram 上向成千上万的粉丝。 发布了这段他拍的视频，标题是“狗仔队在射击未成年人，请在成人上练习你的摄影”。法律需要改变，你这是跟踪未成年人，真恶心！你能停止给孩子照相吗？在视频里呢，我们可以听到达夫问摄影师：“这是合法的？”摄影师威尔金斯回答：“我正在拍照，我正在摄影，我不是要恐吓你。”威尔金斯称，在他的诉讼中，他表示。 他只是通过拍摄体育来测试他的装备，而达夫则以公开谴责他可耻和卑鄙的行为。目前呢，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在公众场所，摄影师是不需要有任何许可就可以拍照的。您怎么看这个案子？请在下面留言区留下您的看法。这次节目呢，又近尾声了。假如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或者成为我们的粉丝。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第十届世界手机摄影比赛呢，近日揭晓，来自中国成都的摄影师刘丹以这组照片斩获大奖。刘丹曾经到过全球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个城市，在那里呢，他探索并记录了各种社会和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独特性。他是多家媒体。 和摄影机构的撰稿人，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地举办过讲座。评审对刘丹作品的评语是：刘丹的照片充满了有趣的画面，我们不禁停留了更长的时间，看看里面的故事。他精通构图、透视、光、动作和肖像中的情感，加上按下快门时刻的最好选择，使他得奖。 刘丹使用的是苹果手机十一 Pro Max，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欣赏其他获奖作品。再会。